Hello， 大家又翻到嚟 Pokemon 救援六宝石五啊！上次讲到应该系完成咗呢一个嘅宇宙嘅一个爆破嘅剧情啦，系啦，防止呢个陨石撞到呢个方圆地区、风源地区啊！咁依家咧已经解决咗事件啦，咁然之后咧有啲咩玩咧？系啦，咁系冇咧好似仲有啲嘢玩嘅，系啦。好，咁睇下我队伍先啦。其实依家队伍咧，我已经将佢大部分升到100咧啦，系啦。你见到比较超冇，因为我冇升到，唔知点解摆入雪柜，唔记得咗佢，系啦。咁啊，冇办法啦，系啦，迟啲有机会再升啦。反正呢一只始终飞行虫嚟嘅啫，系啦。大家见到比加超只系飞行虫 ，OK， 好，好啦。咁啊，先讲一个今日嘅行程先啦。今日嘅行程咧就系、是、去翻流星洞去揾大五啊。咁因为咧大五咧就喺呢一个流星洞穴入面啦。之后嘅剧情咧我就唔知嘅，我净系知道咧大五喺呢个流星洞穴等紧我啦，就唔知道入面有啲咩做嘅。应该系话咧，我唔知道个剧情系点样啦，但我知道咧佢系会同我打嘅，系啦，大五。咁我咧就要先将啲精灵升到100咧先啦，系啦，或者近100咧，因为佢嘅阵容咧，我记得好似都系100咧嘅。但系呢个都要打嘅，其实。咁但系呢、這个，因为我哋打呢个先咯，反正都系睇下剧情咯。咁呢一个咧就系龙之传承者啦，系啊，龙嘅传承者啦，我哋可以试下同佢打下啦。先睇下啲道具有冇错先，幸运分享，呢个错咗，呢个应该系用翻命玉嘅。好嚟，我哋嚟试一试啦。首先沙队定系咁样啦，咁样好似稳阵，因为一开头龙头地鼠咧，好容易俾对方吓嘅。好，恭喜你成功拯救咗风雨啦！最终你凶咗，竟然选择你唔系我。成功代替咗传承者啊，并且咧令烈空座觉醒啦。既然我哋有需要，就等我测试下你嘅实力啦。系咪可以被称之为咧传承者嘅我咧承认？好，我单打我80咧，饮80咧就绝对唔会赢到我啦，系啦。我哋用呢只都赢到啦，系嘛？哎呀，太过轻敌，即刻俾人。哇！做乜你都用乜黐线嘅？点解你会有烈空座噶？吓，仲要系只识为烈空座，太过分啦！范格赖，佢而家用咗 mega 嘅话，我哋可以照用尖峰弹。哇！识地震，几恶死嘅，龙之波动。吓啊！冇天气系，李如龙啊，龙武，愤怒门啊，呢度飞跳啊！哇！顶啊！即刻降翻个攻击，飞跳。哎 ，good， 潘宝宝，潘宝宝。哇！秒晒弹跳，应该死啦！只李如龙，争啲，不愧系我咧敬爱嘅新任冠军英雄啦！我手上嘅黑色烈空座果然都冇办法战胜你，嗰个系我从其他时空召唤翻嚟喺107号道路附近，我通过一个奇怪嘅圈咧入咗另一个世界天柱，成功咧召唤咗嗰个烈空座，会唔会同你咩旧嘅之洞有联系咧？啊，呢一个咧应该就系旧嘅之洞个剧情啦，系啦，佢所讲嘅圈咧应该就系、是究极异动系啊，究极异动。话时话我冇药喺身喎，冇重新药喺身，我啱先醒起，系嘛？系咯，冇重新药，我黐线。咁我做乜要食药？好啦，我咧就已经买完药翻嚟啦，睇下会唔会再使唔使再打先。啊，系要打嘅，咁但系都冇乜意思啊，呢个可以唔使打啦，因为我哋已经成功挑战咗希加拿一次，所以我哋可以 skip 咗佢啦。然之后咧就去揾阿大五啦。阿大五咧应该就喺呢度入面嘅，咁呢一度咧就系曾经熔岩团嗰个地方啦。咁啊，呢个就系大五啦 ，OK。咁大五我就唔太清楚系咩，应该降系为主啦。好，我哋嚟啦。哈，太好啦！影从咧六零咧宇航咧社长咧同索南斯博士得知你又成功咧解决咗呢个大危机啦，新生火岩队咧已经彻底瓦解，咪可你已经将所有成员交俾警署，至少咧所有嘅 mega 石都已经咧物归原主，咪可你话俾你听我喺度噶。我哋上一次咧突击嘅时候咧，利拉又联络我啊。在这个流星瀑布侦测到微弱的究极之气，所以我就留在这里调查。麦丹都在这里调查外围的岛。既然你都来到了，我还没查到消息，不如我们来场对战吧。现在的我很想知道如今被你训练家的真正实力。来啦。究竟大五是不是这个100厘的重呢？ 75 而已，那赢我不到了，都是。因为我升得太劲了。level 压制。反射墙应该是。哇，剧毒可恶啊。换一换啦，即刻要李如龙，搞错龙武，
玩啲咁嘅流派唔紧要。我可仲可以秒到佢两只嘅应该。OK， 佢放咗地钉，而家超唔得啦。加破音话，试到特袭，哇！巨金怪试到咩噶巨金？哇！悲催，好啦，唔够佢快啊！我食呢度班格拉。Mega 嘅咬碎应该打唔死我啩？系啊，打唔死我。地震揸直拳，龙头地鼠收场之国。地震啦、啊！原本谂用收场之国，地震咗，地震，再地震。哎呀，大误啊！咁谂咧，自从咧武斗阵嘅石之洞不撞到，我就有种感觉。咁我哋成为冠军，我预感仲系啱。Mega 石，呢粒石头送俾你啦，可以令一巨金怪 Mega 嘅。唔知你有冇读取到咧？我留喺呢一个有冇读到读咗喺呢个六零市嗰个封信同埋天雅灵咧？啊，后面有动静咩事啊？有位少女咧喺度呼喊喎，我哋快啲去调查啦。嗱、啊，呢、這个就系新嘅剧情啦。我嘅精灵死光光，需唔需要回一回血线？啊、我就买了啲活力碎片，但系唔记得买剧毒。我估唔到大人竟然咁毒啊，有剧毒呢啲技。唉，迟啲又要买多个，有冇解毒药呢？好似冇喎，哇！哎呦，哇，恐惧真系。堂堂呢一个四天王，堂堂呢个福雷冠军啊，乜药都冇喺身，好得。嗯，有呢个莉莉艾。点会噶？呢、這个救命之洞，你睇下嗰个救命之洞跌落嚟噶，清醒啲啊，小女孩，不妙啦！快啲咧联络麦丹同埋李拉先，将呢个小女孩送到安全嘅地方。小星云，呢、這个奇妙嘅精灵，唔系喎，佢往你方向啊，小心！要打噶，方师傅，应该捉唔可以打，识唔识摇啊？好似识摇，识摇啊！识摇咁得啦，咁真系有机会捉到啦。我唔打佢，因为我惊我打死佢。2000 years later， 哎，得啦，估唔到啊！喺佢挣扎，然之后再反伤嘅情况下，竟然捉到啦！科斯莫用精灵球啊，真系奇妙嘅精灵，睇嚟你将佢修复系正确噶。接下来先将呢个女孩送到安全嘅地方啦，我需要你嘅帮忙啊！诶、哎，点会啊？救援之洞竟然删咗，太唔寻常啦！救援之洞咧，一般咧都会持续存在，至今我哋遇到咧能够自然消灭嘅咧系好少呢个特殊情况。睇嚟咧同呢个奇妙嘅精灵同埋呢小女孩有联系，系麦丹啊！呢度大误啊，有啲奇怪事啊！我同咧喺度见到咧呢个小女孩同埋奇妙咧突然之间跌咗落嚟，或者系个新嘅人啦。麦丹咧大致理解啦，等等大误，你话奇妙唔会危险嘅嘛？啊唔系，虽然我样子好奇异啊，但系呢个精灵球有效。外貌都唔似见过嘅你类型啊，或者系新种类嘅。总之我哋咧阵间再见啦。诶，新剧情睇啦。事情嘅经过就系咁啦。最后咧喺旧嘅自动自然关闭底下咧，一切通讯咧设备先恢复正常。咁咧就得意咧联络呢一个总部啊。嗯，原来系咁啊。你哋救出嘅咧叫莉莉艾，事情变得复杂啦。佢系以太基金会嘅千金大小姐。喺上个礼拜咧，我终于同以太基金咧取得联系。知道以太基金咧，犯有多大麻烦，估唔到。我已经联络咗咧格拉吉欧啦，好彩咧就船仲未开好远。我发上坐标咧，叫佢飞过嚟啦，非常好啊！我记得咧，佢最担心就系呢个妹，揾到佢太好啦。唔理点都好啊，今次救极之洞自主关闭，一定系同咧捉到嗰只救极特殊精灵有关。不过根据当时大吴所讲咧，嗰只精灵应该系保护莉莉艾，等莉莉艾清醒嘅时候再问啦。博士已经着手调查精灵，已经解体紧啦。好啦，但系既然我哋见面咧，短暂啊，各自都有任务啊，咁啊，将呢个情报共享先。等前辈呢度咧，加护病房嚟，哇，呢、這个病房 会太过简陋，直接喺度讨论真系好。麦丹讲得啱啊，大家各自都有嘢忙，等我咧攞翻博士嘅研究报告，再翻德文公司一趟啦。汇报同埋咧攞公司嘅各项报告，仲有咧各地冠军嘅联络都未搞掂啊，就喺度咧简单咁交换啦，唔好太大声啦。呢几个礼拜咧，喺风源地区持续咧都会感受到卡毒嘅气息，于是咧对风源地区地图做咗调查，发现咧部分地域咧出现咗异常分布，有啲地方咧据说有海都突然显现哦。
確實感受到卡布的氣息就在那裡。哇，有得玩，有得玩這個什麼四島不是那個什麼阿羅拉的考驗，四神的考驗。於是已經聯絡了阿羅拉地區的其他島主前來調查，接下來我會親自前往那些不明的海島做這個調查和出征，估計短期內都不會遇見。接下來總部的事就交給這個莉娜去處理。唉，前輩這樣說，只要一號一起打你，讓你安心出海。咁莉拉有啲咩調查？只能講咧越嚟越糟糕啊！根據咧格拉格歐嘅調查咧，究極之洞咧，儘管形式上嘅封閉係冇用，曾經用物理式咧封鎖係冇意思嘅，巨大岩石咧會逐漸崩壞，然之後咧再次展現嚇，即係用石仔都整唔到佢。究極之氣對地區嘅環境咧越嚟越嚴重啊影響。根據格拉格歐嘅報告咧，由於呢一個究極之洞嘅影響，精靈出現異狀啊，受到異狀嘅情況咧，用一個特殊力量，類似阿羅拉地區嘅霸主精靈一樣嘅強力精靈。在風雨各地徘徊，詳細情況我要找格拉格歐問問。哇，你們叫什麼啊？年輕仔，這個年輕，喂，年輕仔冷靜一點，你的妹妹沒什麼大碍，太大聲了，會吵到病人。OK， 從高處跌下來，或者有些跌傷，或者腦震盪，休息一下沒事。這個聲音是阿哥，這個哪裡來的？頭很暈啊，什麼啊？你眼睛醒了，太好了，為什麼你會從究極空間出來的？过后再慢慢咨询。大吾君啊，话大木博士，你我哋咧嘅报告已经完成咗，已经解剖成功啊！小星云，好抱歉啊，各位，我哋必须失陪啊，之后再联络啦，我哋随时保持联络啦。好 ，OK， 日后再谈，一定会追究到底嘅。好，接下来咧，昌航小心会继续监控住呢个究极之洞嘅事情啊。莉莉亚嘅事咧交俾咧佢阿哥啦，详细咧再联络我翻去啦。完啦 ，OK， 好好休息。這個什麼人來的？科斯莫古，為什麼你會知道他叫科斯莫古？不理誰，絕對不可以原諒他。你是誰？小星雲呢？我在哪裡啊？你醒啦，後生仔，不是，叻妹，冷靜一點，這裡風雲地區大人的家，你現在很安全。至於這個小星雲，估計是你旁邊的奇怪的精靈，啊，又說解剖了。你說這個風雲地區都是成功了。你是誰啊？是我勁敵嚟嘅，亦都係咧一齊調查嘅同事，依家係冠軍，世界上最強嘅冠軍，仲解決咗咧各地災難，被稱之為英雄訓練師。最近咧，佢仲咧幫助咗呢個宇宙咧揾石嘅災難，簡直係傳奇訓練師啊！超級工具人，太犀利啦！有心心喎，小星雲，呢只精靈咩事啊？雖然咧依家被收服啊，或者咧小星雲咧喺我手中咧更加安全，憑我嘅話應該唔得啊！係以太基金嘅澤奧波。是他陷害母亲大人和我，打算抢走小星云。是母亲大人救了，然后被究竟二兽吞噬了。回春大人竟然。本来母亲大人发现小星云具有这个穿越空间的能力，在获得了朗日军和小星云同。这个朗日军。展开了穿越究竟之洞的实验，开始很顺利啊。和几个研究员一起。因为小星云很顺利地穿越了究竟之洞，而且回到去正确的世界。第二次咧，澤奧博突然操控咗究竟二手襲擊我哋，並且封鎖咗，仲諗住搶埋小星雲，卑鄙小人，將我推出呢個究竟之洞，醒翻就係風源地區。原本咧，第二次咧係要翻風源地區同德文公司直接會面，帶嚟呢個暫星嘅研究成果。跟住咧，嚇，仲突然之間停咗，大佬，我係睇得好地地，突然之間斬開咗嘅。去大廳揾德文首席。偵察員有冇新嘅消息集俾我照顧你哋啊？嚇！呢個咩人？上次將個究竟之洞幾秒彈出嚟，頭暈。喺邊位嚟嘅呢個又？你都入到究竟之洞，打曬我孫啊！呢個兩個禮拜都冇反應。你邊個？係邊個？佢係邊個？失咗憶。從宇宙回歸一定好精彩。其實已經調查三個月嘅究竟之洞，幾個禮拜前終於揾到回歸風陽嘅連接點。而家除咗頭暈咧，記憶冇咩障礙，或者特殊體質。知霍奇秘書呢度大唔屋企啊，有好多地質學嘅書，哇，好多地，真係好多地喺度喎，真係好多化石喺度喎。大唔咧係一個中意啲礦石嘅人嚟嘅，設定上幾有趣啊！放咗幾粒石喺度，放幾粒進化石俾佢，等佢慢慢進化。呼呼伊博士咁靚仔咧，整到佢唔係暗，即係嘅色係一個運動型啲咁白嘅呢、這個。希望你哋冇事，估唔到佢竟然重咧究極之洞出現。
呢个我哋地区哈罗嘅意思阿罗拉，呢只著名嘅英雄啊嘛。据说你除咗咧非常强大，仲有好高智慧，化解咗各种危机，收集咁图鉴啊嘛。个个博士都净系问啊，收集咗图鉴未啊？有几多图鉴啊？做咗功课未啊 ？OK， 好、oh?。呢度咧就系最新嘅整合报告，哇！全部博士喺晒度啊！你冇会交俾德文公司你父亲啊？发现嘅已经科斯莫古嘅远喺遥远嘅过去咧，称之为星之子。据说系其他世界嘅精灵，但系具体不详。喺遇到危机咧，会使用空间跳跃。太有趣啦！呢只精灵，我走先啦。多谢呢个博士嘅解释。我走先啦，博士。多谢你嘅解释。呢个有啲咩？一共898种喎，但系阿大个博士话曾经话得151只嘅啫，咩话？究极球佢话，佢俾究极球我。我哋问下大部博士先。又见面啦，估唔到你成为咗冠军，我被大唔邀请咧过嚟研究啊。我嘅目的咧就系将发现嘅究极异兽都抌入去。演讲阿道收集咧，见过乜，冇乜特别啊。呢啲都系讲翻嗰啲嘢。OK。居家要我去到德文公司嗰度搞，好啦，咁啊，但系咧今集时间就玩咗咁多先啦，下一集咧应该就系揾德文公司，揾下呢一个侦察员啊，揾侦察员睇下有冇收到一啲消息等等啦吓，嗯，呢、這个剧情几有趣啊，這个剧情应该系呢个剧情系咪太阳月亮都见过，我唔系好记得，但系我有印象咧，只杂恶魔系坏人嚟嘅，系啦，系咪咧？好似系啊，好。好啦，咁今日时间呢度先，我哋下集再见。鍾意嘅话记得揿个 like 啦，同埋咧揿个订阅，下集再见，拜拜。